那么现在 A 组想率先出战的请向前一步。哇、哦、卡卡怎么好啊？哇 Nice bro Tanaka。 所以卡卡要先决定你选择的方式是 battle 还是现实编舞。 battle 啊，搏一搏，编舞挑战。 batt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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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ttle。那我选 battle。 OK， 选择 battle。 Let's go。 想去让大家知道卡卡不只是一个编舞师，他也可以做 battle。 精彩的来了呀，他开始出人了。那现在想要挑战卡卡的人是上呀，上三马老师，二一，好的。那接下来又到我们传统转瓶子时间，你自己来转，你来转，你来选择你的对手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好，他转到的是忠臣。好的，第一轮是卡卡对阵忠臣，卡卡这边选的是慢一点的 Afro， 忠臣选择是 Popping。OK， Alone。卡卡，卡卡。OK， 卡卡。
OK， 好的，这是我们第一轮 battle， 我们的卡卡对阵忠臣。每次卡的好准啊！帅哥街舞终于见到了，帅了，帅哥街舞。好的，看一下五位裁判结果究竟是 3, 2, 1。我已经恭喜忠臣。好，有请刘雨欣队长为我们忠臣挂上红色毛巾。很淡定，很稳定。哎，忠臣感觉进步了，进步好多。忠臣在我印象里面还是跳苗生的时候，但是今年就进步的太大，感觉像换了一个人。忠臣今天的表现，他的pop 一样很大，对于音乐的处理都非常的好，而且在于两次 ending 的那个处理方面的话都有惊艳到我们。下一场玉磊。哇，玉磊赤脚啊。玉磊你鞋呢？哦，带伤出战，那你要选择的是 battle 啊，当然而 battle 两个受伤了，爆炸。想要跟玉磊挑战一下的是我们的八度。八度，八度，玉磊。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我不相信别人没有受伤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借口。Popping 和 Afro House， OK DJ。玉磊，我永远还是站在你后面。玉磊。3, 2, 1, OK。
Judges, three, two, one, one. 恭喜鱼雷五跳，守住自己 A 组的位置。太帅了，把度跳得太生了，不自然。鱼雷的音乐性特别好，特别贴合。鱼雷还是蛮强的，强的。他没有让我看出来他有受伤，这舞者在台上永远没有伤。我们可以在台下都是在那，哇，痛死了，妈呀！然后上台一点事情都没有，一样跳，该干嘛干嘛。我觉得这很棒，这很专业。